9月17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歌王韩磊在全运会后台追星的视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韩磊身穿黑色衬衫，显得很年轻，面色红润，看上去心情超好。他主动和苏炳添、马龙等奥运冠军握手，一个也没落下，满脸都是对他们的喜爱，犹如追星的小迷弟。53岁的韩磊态度非常谦和，他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，笑到嘴巴都合不上，肉眼可见的开心。网友看了韩磊化身小迷弟的视频，有人表示自己也像韩磊一样追奥运冠军，还有人直言这些体育健儿才是真正的明星。韩磊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实力派唱将，他的嗓音宽阔，演唱的走四方，向天再借500年等歌曲传唱度极高，素来有着歌王的美誉。此次他现身全运会开幕式现场，为运动员们加油打气，舞台效果超赞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